一个人不管想什么，他的眼睛是说不了谎。我相信通过这件事的教训，唐一白也知道，永远别跟记者当朋友。哎，来，给。哎，上次退赛风波那事儿。没事了吧？都是传闻嘛。那就行。虽然我跟你比的是同一项目，但我还真挺担心你被那件事情影响到的。谢谢关心。哎，你客气什么呀？咱们不是说了吗？公平竞争，谁强谁上，谁都不许有怨言。对，公平竞争，谁强谁上，谁都不许有怨言。行，好好加油啊！你记得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啊。行，我练别的去了。云朵，哎，喂，怎么挂断了？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？是不是又要约你见面？武教练，我等会儿再跟你说，你把手机先还我。一本，还有什么可以爆料的？非得跟一个记者走这么近？武教练，你误会了，他不只是个记者，他还是我一个好朋友。我误会什么了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一本，现在是你最关键的时候，你不能分心。你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专心准备比赛，努力突破瓶颈，其他的东西什么都不重要。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前，我是不会把这个手机还给你的。省得你整天想东想西的。教练，让我发个短信也行。唐一白真的是我强，愿意跟我做朋友。你回来的正好，这房子呀，我不能再租给你了。那这是押金，你拿着吧。这个月的房租啊，我也不和你算了。不是，您这也太突然了吧？咱们的合同还有半年呢，而且你现在大晚上你把我赶出去，我住哪儿啊？我的丈夫都要跟我离婚了，我跟我女儿无家可归，就剩这个地方，我真的不能再租给你，不然我跟我女儿就要流浪街头了。不然我们怎么办呢？您先别哭嘛，有话咱们好好说。我还没哭呢，你现在把我赶出来，怎么办？我们没法活了，那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，我搬走，我现在就走，行吗？我们。只有找陈美求救了。喂，妈。朵朵啊，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当妈的想女儿了，打个电话过来关心一下，这还需要问为什么吗？怎么了，朵朵？
最近你过得好吗？工作还顺利吗？我挺好的，挺顺利的，我很开心。你呀，一个人住在外边，要好好照顾好自己，工作重要，但身体也要照顾好。别因为工作太忙了，就忘了吃饭，听到了吗？嗯。啊，知道，你别说了，妈。好着呢。好，妈不唠叨你了。对了，妈妈给你寄的东西你收到了吗？朵朵，你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怎么电话里那么多的车的声音啊？你不会这么晚了还在外头吧？我就是饿了，我出来买点东西吃，过一会儿就回去了。那快回去呀，这么晚了，一个女孩子在外边很危险的。嗯。朵朵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哭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这两天鼻炎犯了。没事的嘛，我一会儿我就回去了啊。那个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手机没电了，拜拜。朵朵。不是吧？我就随便说说，你手机真没电了。谁呀？吴教练，是我，一白。吴教练，来拿你的手机是吧？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有训练呢。教练，进来吧。哎。是这个吧？是。我好像跟你说过，在比赛结束之前，我是不会把这个还给你的。教练，手机还放您这儿，让我先发个微信，好不好？发给云朵，是吧？就一条。你先坐那儿。一白，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。我当运动员的时候，跟你现在一样，心里一直放着一个女孩，她也是游泳的。吴教练，你说的那个女孩是谁啊？她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不一样。当时泳队明文规定禁止谈恋爱，可是我不听，我还是继续追，卯足了劲儿追，因为我觉得我长大了，成熟了，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我自己的运动生涯的。我甚至会告诉我自己，我把它变成一种动力，我会为了它游得更好更快。那教练，后来呢？那个女孩怎么样了？后来我错了，他直接影响到我的比赛成绩。一白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游泳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一心不乱。而我把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他的身上，我怎么可能不乱？所以最后我不但没有追到他，甚至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就这么草草结束了。一白，
作为一个游泳选手，运动生涯时间很短，但是人生的路却很长。你要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，专注每一场比赛，专注每一段训练，因为我不希望你变成我这样，留下这么多遗憾。你千万别嫌我唠叨。虽然我很热爱我的工作，我做你的教练，可是我不希望你以后只能当一个大学的游泳教练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每次都不等我说完就挂电话。放假有空就回家一趟吧，我跟你爸爸都很想你。不愧是北霸欧阳恒啊，没想到他能在水里游出这么快的频率，这爆发力也太惊人了吧。你们再看仔细点吧，除了爆发力之外，欧阳恒最让人讨厌的是他不仅快也很稳，没有一丝破绽，从入水那刻开始一直在领先，从未被超越。去跟大家说集合。好的，教练。各位同学，30秒后在泳池前集合。今天是南北两所体大联合集训的最后一天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除了某个人干了一些蠢事以外，其他人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相信大家在北体大的队员当中也学习到了不少东西，我们要给北体大的队员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他们在这次集训当中的努力和付出。
云朵，孙老师，你怎么了，云朵？云朵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昨天被房东赶出来了，我没地儿去，我就在公司借住一晚。啊？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你别提了，我昨天手机没电了。孙老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给公司添麻烦的。我尽快去找房子，找着我就搬出去。我昨天到现在都没吃饭。开吃吧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自己买。还嘴硬，赶紧吃了啊！你们从哪儿出去扔了？别！你扔了那多可惜啊！赶紧吃。我说师傅，你这房子到底找的怎么样啊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啊？不用，我最后想办法。对了，云朵，你慢慢吃啊。吃完了之后呢，你和林子你们两个人去趟南体大，你看看他们那边那个团体赛的名单到底出来没有，顺便呢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新闻啊。你怎么了？南体大不是你的地盘吗？啊，怎么感觉有点不情愿去的样子呀？我没有不情愿，孙老师，身为记者，专业工作专业处理，哪有不想去的地方？我吃完我就去。哎，好了，师傅，慢点吃。欧阳，锦标赛好好加油，别让我在总决赛看到你缺席。我会的。这次谢谢你在媒体前替我说话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其实，早在四年前，我们俩就该有了结。欧阳恒一定会在所有人面前彻底洗白。如果你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去的话，那我替你去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否认武教练跟你说的话没有影响到你。你看你眼睛都肿成这样了，你不会因为那件事情哭了一晚上吧？谁说我哭了？我眼睛肿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还有，不要小看我，我从来都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。我是一个记者，我才不会被这些影响。那即便在唐一白面前，你也只是个记者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有什么事你问我吧，咱们到办公室聊。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别影响他的训练。吴教练，这次我本来就是来找您的。关于这次梦想杯贵校的团体赛名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呢？到办公室聊。林子哥，你是知道什么事情？
你知道为什么刚才云朵明明看见你了，却什么都没有说，就跟武教练走了？因为他这个傻女孩，他知道你能继续参加比赛，就想要来恭喜你，想要来给你打气，却在门口碰到了武教练，被他狠狠骂了一顿，说你们根本就不适合做朋友，还说他的记者身份会影响他，叫他以后不要再靠近你。其实我觉得武教练说的挺对的，你们根本就不适合做朋友，而且不光是他的记者身份会影响他，而你这个运动员的身份也早晚会害了他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他现在明明只是一个实习记者，是为了保护你，成天跟上司起冲突，还拒绝发布任何不利于你的新闻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是可以继续你的比赛，可他很可能会因为你失去他的工作。那我问你，他教你这个朋友牺牲这么多，真的值得？师傅，师傅，还在找房子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房子的事我来给你安排，怎么样？不要，我自己的房子我自己找。再说像你这种奇葩性格的人，谁知道你能给我找个什么奇葩房子？你还嘴硬？你要等哪天露宿街头的时候，你可别来找我。好，那你慢慢找，先走了。哎，你这么晚还没走啊？你也这么晚啊？啊，我刚忙完呢。天哪，这都九点了。仙妹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有啊。你这算是单独约我吗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现在的你，连四年前的自己都赢不了，更别说要赢过我。可是我是你的教练，我有义务告诉你，现在是你运动生涯最关键的时刻。我不希望看到你为了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影响到你比赛的专注力。我知道，武教练，你放心，我不会。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严重性的话，你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在那个女孩子的身上。难道不知道吗？他现在明明只是一个实习记者，却为了保护你，成天跟上司起冲突，还拒绝发布任何不利于你的新闻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是可以继续你的比赛，可他很可能会因为你失去他的工作。我相信，下次孙老师再让我来南体大找人专访的时候，指定对象不会是齐瑞峰，不会是任何人，而是你。所以你要加油啊，一定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游得最快的男人。
明天手机借我下。不行，一白哥，我正在打 boss 呢。我就用一下，我发个微信。一白哥，你要给谁发呀？我，算了，我没说。切。喂，阿姨啊，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上次剪的那个发型特别好看，你也看了对不对？从手机借我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在打电话呢。哎，对，你也看了那个发型，我下次再留。我在跟你妈打电话呢。你没事给我妈打什么电话？你妈打电话和我说了，她说她打电话给你不接，发短信你也不回，还和我说你好多天都没有回家了，再不回去的话，你就永远都不要回去了。我跟我妈说我要用点什么电话呢？什么呀？等一下，阿姨，一白他不让我跟你说话，还说让我拿电话给他打给别人。对，好，唐一白，你妈让我跟你说。他说他打电话给你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，还要拿我手机打电话给别人，究竟是哪个女孩子居然比你妈还重要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云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跟我妈说什么，但是你千万不能把我的事告诉我妈，说出去跟你没完。为什么？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呀？关你屁事儿！是。喂，哎，阿姨，哎呀，我在呢。哎呀，我刚跟他说了，但他不听，现在又出去了，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了。哼，好，我听着呢。下次我跟他说啊，让他早点回家，看看你们去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嗯，阿姨再见，拜拜。哎呀，这么晚去干嘛去了？宋老师，云朵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你准备今天海水公司啊？对啊，但是宋老师你别担心，我已经在找了，我找到了我就搬出去。哦，那行，就是嘛，赶紧找，赶紧搬出去啊！云朵，你别误会啊，孙老师不是赶你，不是催你，孙老师为你好。我跟你讲，门卫告诉我。说今天公司特别的请了一个保洁公司来消毒杀虫，那个化学毒气对人体伤害很大的。我建议你啊，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，你随便找一个地方啊，对付一宿就得了，这样稳妥啊。今晚。天下之大，为什么就没有我云朵的容身之处呢？这什么呀？我帮云朵找了个房子，这是钥匙和地址，我想你帮我转交给他。你今天约我过来就是为了这个呀？我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你得跟他说这房子是你替他找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至于房租的部分，你就叫他不要担心，就说房东不缺钱，他之前租多少就算多少。那我就不懂了，既然你都替他找好房子了，为什么你不去跟他说呢？他现在正因为唐一白的事情生我气了，如果这会儿跟他说的话，他肯定不会接受的。但如果由你来跟他说的话，那就肯定没有问题。怎么？你是不是喜欢云朵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别误会，这种帮着外人瞒着自个儿姐妹做丘比特的事儿，不是我成美的做事风格。好，那如果我告诉你实话的话，你会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这样忽然来找他，是不是有点唐突啊？
请问一下，云朵是住这儿吗？云朵？对，她是我朋友，我找她有点事儿。你别找了，她不住在这儿了，她前两天就搬走了。谢谢啊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你好，你好，那个帮我看一间最便宜的房间。请你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。稍等。稍等一下啊。我承认，我之所以来晴空网上班，的确是为了云朵。所以你现在是承认，你是喜欢云朵，才追她到我们公司来上班的吗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追求她，而是为了报答她。报答她？不久前，我经历了我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。哎，医生，小桑情况怎么样？病人刚刚一度失去生命知觉，我经过抢救之后勉强维持了生命。当我以为自己失去所有，当我几乎放弃生存希望的时候，是他出现在我眼前。你好，要不要我把你送医院？是云朵把我从黑暗中救了出来。医生说了，你是因为长期酗酒又没好好吃饭导致了胃溃疡，所以你才会昏倒的。来，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。我也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都得好好吃饭呀，因为吃饭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啊。这钱你拿着，去买点东西吃，但是你别再买酒喝了，知道吗？你喝完之后就好好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对了，我看你有手有脚的，也没什么毛病，你去好好找份工作吧，别再喝酒了，这样对身体不好，而且家人也会担心的。加油，拜拜。你好，请问把我送来医院的那个女孩，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？或者这有留他的联系方式吗？不好意思，他送你来的时候名字和电话都没有留。谢谢。我很想好好的感谢他，可是我却找不到他。直到有一次偶然的巧合，我再次遇见了他。
当我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已经认不出我了，更别说曾经帮助过我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来到他身边，想要去摸摸手。你要不愿意帮我这个忙也没有关系，但至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云朵。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云朵对我的看法。行了，看在你这么想要报答云朵的份上，我答应帮你这个忙。待会儿带我去看看房子吧。干嘛？万一那个云朵找的房子太差，我怎么好意思跟她说？收到这条信息就给我回个电话啊。可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需要被人保护的小哥子。小心！要不是唐一白不理我了，不然在这么倒霉的时候，我还真想听听他的声音，跟他说一说我最近发生的事情。云朵他就连搬家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难道就跟林子哥说的一样，他真的很介意教练跟他说的话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在这么倒霉的时候会这么想见到他？为什么我现在心里会这么想见到他？It's beautiful.
未来。